在这个七个灯台的当中，啊，那接着介绍以弗所现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啊，你想想看，这是现在的照片了，两千年前的话，以弗所更是不得了啊，这是当时的一个以弗所的一个庙宇的前门啊，这是 library， 你就看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们的文化啊、学术啊多发达，你现在在湾区也找不到那么大的 library， 啊，那个图书馆啊里面啊也是啊好这个上万本的藏书的，不得了的，也是另外一个啊帝王庙啊 ，Temple of Hadrian。然后据说这是老约翰的坟墓啊，上在这个地方，但是一个纪念呢，是否真的葬在那边没有人知道，但最少有个纪念啊。老约翰离开保摩海岛之后，就回到以弗所啊，继续有一段的侍奉啊啊啊，跟啊写了约翰一约三书等等啊，然后死在以弗所的。这是斯美拉啊。耶稣的 column 很看得到，啊，然后别加摩啊，啊，从这个靠近海边的，别加摩，这个别加摩含有的这些神庙，啊，剩下的这些柱子，其中的一个运动场，你就了解他们当时候这个运动场常常是用来，啊，就是杀害基督徒啊。啊，养狮基督徒就是变围观被狮子咬，啊啊啊！那你还记得这个一个早期的教父这个还记得吗？还记得他的名字吗？我们啊，对，一个拉秀哈、啊，就是在这个运动场里面被狮子咬死的啊，很多人在人们围观啊，啊 ，Ignatius 啊。of Antioch， 现在是别加摩，这些遗址，啊，推亚推拉，你都看到推亚推拉是个很美的一个平原来的啊，啊，很多花朵啊，啊，还有推亚推拉，你看这些道路都保留到这个地步啊，两千年前就做的那么好，这个沙迪啊 ，Road S 啊，沙迪的道路。他们那个时候很注重运动啊 ，gym 啊，像我们今天的 gym 啊，你看做那么漂亮的 gym 啊，啊，去那边操练身体啊，啊，罗马人很注重这个身体运动。好像是罗马人发明这个三温暖，在极冷跟极热，让你的血管可以 contraction and expansion 血管的运动，能够让你的心脏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很多 gym 有这个游完冷水然后你就桑拿一下或者 steam room 啊，其实这是对你的血管呢很好的运动，收缩跟膨胀啊。你们有没有听到昨天有个新闻，每天跑步好像只要跑个半小时你的寿命就可以增加多少年啊，因为跑步也是对你的血管的膨胀跟收缩有帮助啊，所以你跑步的你血管就膨胀，懂吗？然后静下来了，它就开始收缩啊，半小时。那神就是要让这个信息提醒你要运动嘛，所以天助人助，对吗？我们就又不要搞那个逻辑的推论了，对吧？又犯错了，要两个都要平衡，懂吗？哎，你的收缩在神的手中，神现在也借着我的口提醒你要去跑步啊。好让神的旨意成就啊！你要活到九十岁，哈利路亚。老约翰，对对对，哈利路亚。你看，很注重运动啊，他们啊，那么大的 gym 不得了。啊 ，Philadelphia 啊，菲拉铁菲啊，很漂亮的一个菲拉铁菲也是。啊，你看这些，这牧羊啊，牧羊 ，Philadelphia， 老底嘉，特别跟我们有关系，因为老底嘉是预表。末世的教会啊，那个教会的时钟走了一圈，走到最后啊，就是老底嘉啊。那老底嘉有个特点，我们要特别看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老底嘉这个地方啊，这个教会国度的时钟
从这里走了一圈到老底家啊。有没有看到这些什么？这是老底家城外的温泉，漂不漂亮？哇，假如我们去那边玩一下就好了，比耶路送的温泉漂亮多了哈。你看一个铺一个铺哈，而且是高，高温跟高矿物 high mineral 的啊。啊，你看这个，这是 mineral deposit， 红色的多漂亮啊！你看一个铺一个铺的这些的温泉。啊，这些也是的 deposit 啊，温泉出来的 deposit。看到这些管了吗？这些 duct， 你就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责备老底家的信徒，你们不冷不热，因为呢，老底家城里城里面呢没有这个泉水，也没有井水，他们所喝的水呢都是靠刚才所看到的这些温泉，用这些石头管引进来的。所以当这些水很热的温泉水引到城里面的时候，就变成什么？不冷不热。不冷不热的矿泉水呢，温泉水呢，喝下去呢会让你有呕吐的感觉，就像你喝不冷的啤酒一样，很不舒服。所以老底家的信徒非常明白耶稣对他们的警告，什么叫不冷不热，让我巴不得把你们从口中吐出来，因为他们对这些不冷不热的矿泉水，他们也是这样的，喝下去没有煮热，喝了哎呀很不舒服，吐出来。他们了解，让主耶稣如同喝了不冷不热的矿泉水，让耶稣呕吐。你不要让耶稣呕吐啊，你的不冷不热会让耶稣受不了啊。我们害耶稣好可怜啊，不单是在门外抠门站个半死，脚都酸了还没有办法进去，而且还让耶稣呕吐。我告诉你，我们这些不冷不热不爱主的基督徒真的害耶稣害得好惨。耶稣不但已经为了你钉了十字架，还为你要罚站，还要为你呕吐，真的是对不起主啊，懂了吧？老底家信徒太了解这个事情了啊，因为他们根本就受不了这些不冷不热的水啊。所以好好努力啊，不要让耶稣吐啊，你要让耶稣好喜乐，懂吧？啊，好像吃了开心果一样，你不要让他受不了啊。啊，这个就是知道这些不同的矿泉水，他们做分析。这应该还是老底下。你看耶稣在你心门外叩门，啊，一直站在那边，啊，是对老底家末世教会所说的。因为今天末世教会太多分心的事了，单单一个手机就把你迷上了，啊，前一段时间 Pokemon 一出来，大家都在那边玩，走路也玩，差不多都要撞到人了，啊，我前天走路差点都被一个女生撞到了，因为她在那边搞她的手机，突然转过来就冲过来，好像我闪得快啊。你现在走路要很小心，很多人就是只看手机或者只听音乐，给你乱冲乱撞的，你要小心啊！啊，开车也要小心啊，不要乱撞。实在现在吸引人的东西太多了啊！啊，好，那我们就看到这里，以后再介绍这个开这个书卷的事情。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讲义，我们特别来说明一下以弗所教会。第一，以弗所 （Ephesus）。这个字的原文是松懈。那在七个教会当中呢，以弗所是谁建立的？保罗花了差不多三年半的时间，所以在真理的知识、生命的造就，可以说这个教会是最丰富的啊，是最强的啊。刚才没门关了，这没关透。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呢，的确有很多的地方的环境的因素呢，会让人松懈，让人堕落的啊。那么特别以弗所教会原来
被保罗所建立，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刚强，却在这样的刚强恩典当中呢，堕落了。所以难怪这个主耶稣提醒他要悔改啊，悔改一件什么事情啊？悔改一件什么事情？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把起初的爱心丢掉了啊！注意这个起初这个字啊，这个起初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呢，我觉得更好的翻译，它这个翻译可以有另外两个意思的，不是单单指到在时间上起初啊，你啊刚开始被保罗建立的时候，哇，那么的荣耀，那么的有真理的知识，那么的大发热心啊，那么的爱主啊等等，不是单单指到那个起初。其实起初这个字在原文可以解释为最重要的 most significant， 最重要的爱心你们丢掉了啊，最重要 most significant 啊 most important 就是爱心。主耶稣提醒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爱啊，你们丢掉了啊。那的确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在经济方面呢是非常发达的啊。为什么那么发达呢？原因你从地图看，它是在靠近一个海港的啊，以弗所啊，你看到那个地图，从地图来看啊，你看到吗？以弗所 Ephesus 都它是个重要的海港啊，所以很多进出口的贸易商品都经过以弗所啊，所以当地的人贸易发达，根本不太需要从事这个劳苦啊、耕种啊等等的工作，所以一般来说呢，精神比较松懈啊，生活非常的富有跟奢华，这是经济的因素。第二呢，宗教的因素会让人松懈，特别让基督徒呢很容易跌倒，就是因为以弗所这个地方，它的东北面有一里半长的庙宇，那么长的庙宇哦，一个接一个啊，所以被称为庙宇之都。那其中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九章，都看到其中一个阿迪米的神庙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九章的二十六，好，我们读二十六跟二十七，好，一同来。全地因又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算是神，解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读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被消灭了。所以你就看到很多不同的庙宇啊，其中一个很大的是雅典米啊，所以当地的信徒实在生活在异教的流行影响当中，很容易啊就随流逝去啊，而松懈而堕落啊。那解释当时以弗所的一个大环境啊。那么你注意，耶稣基督特别对以弗所的自我介绍是什么？啊，手拿着七星，是在灯台当中行走的，意思说，耶稣掌管教会，行走在灯台当中，所以你就发现跟下面耶稣的警告有关联的。你不悔改，我要把什么这个灯台挪去，这是很严厉的一个警告。就不用你这个教会了，这个教会就不存在了，所以的确我们看到现在整个这个都是土耳其的国土，都是回教国家
啊，基督教基本上啊不太存在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注意耶稣怎么来称许他们的 strong point， 记住啊，当我们注意这些强点的时候，往往也就是成为以弗所的弱点啊。我们先注意看圣经怎么去描写啊，耶稣怎么去说他们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二节，一同来。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缺。单单从这两节圣经的描写，你初步感觉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是什么一种的情况？给你的一个初步的感觉，是一个什么？非常事工导向的，啊 ，ministry oriented， 就像今天很多的 mega church 啊，很多的劳碌，很多的 program， 很多的事工啊，很多的训练啊，非常重视事工行为劳碌。那么，假如把这个教会把它收引到耶稣跟马大玛利亚之间的那个关系的话，你就发现其实以弗所教会是属于玛利亚型的教会还是马大型教会？马大型啊，是不是要马大为许多的事忙碌，在那边劳苦啊，做忍耐啊，但是却被什么耶稣责备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不可少的一件是什么？上好的福分，玛利亚算了，怎么安静在主的脚前亲近主，爱主，要听主的话，听主的道。所以你就发现表面上以弗所啊，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其实他忽略了个人在生命上对主的亲近跟生命上的追求。他懂得很多很多知识啊，就好像今天有些教会，特别改革中的教会，懂得好多的神学知识，神学系统很完整，哇，一讲起来头头是道啊啊！但是对主的亲近、内在的生活啊，对主的渴慕，是否是那么的火热呢？所以你就发现，很多改革中的教会很懂神学知识，但是就没有火热啊，教会是人数就少啊啊，所以以弗所教会啊，的确啊，一方面他们啊愿意为主做许多的行为劳碌，许多的侍奉啊，许多的工作啊，但是啊，他们的强点啊，其实也可能表达出他们的弱点啊。那第二个对他们的描写的重点是试验自称为使徒的，从这句话就表示什么？使徒十二使徒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使徒，别的使徒，所以才有试验嘛，对不对？就是像我们圣灵神学所说的，有 ascension apostle， 耶稣升天之后的使徒，升天之前的十二使徒啊。那使徒是怎么试验呢？啊，那我们看一下讲义啊，我列了三个重点啊，如何试验这个真假使徒啊。一个重要的一个 criteria， 我们看林后十二章十二节，林后好，我们来看十二章十二节，一同来。忍耐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来，所以使徒需要有一个的凭据，就是什么啊？不但有生命的见证，有百般的忍耐，也需要借着神迹奇事亦能显出使徒的凭据。那么这句话呢，有好处也有产生问题的。那些不相信使徒时代之后还有神迹奇事的，他们就引用这句话。你看这个神迹奇事是使徒的凭据跟印证，
现在我们没有使徒，使徒时代已经过了。一般的福音派教会会引用这句话，啊，就是神迹奇事是在使徒时代才有，过了使徒时代，啊，初代教会以后没有了，啊，所以一般福音派的教会也不会接受有所谓的使徒，啊，因为使徒跟神迹奇事是关联在一起的。但是在当时啊，特别以弗所教会，他们要从这个地方去啊试验啊看真假使徒。第二个重要的一个啊辨别啊，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好，一同来。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去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啊，那分辨这个真教师和真使徒也是要从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假如相信耶稣是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啊，道成肉身，啊，在这个基本的教义，啊，不能错。那当然最重要的还不是看外表，啊，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五节的这个生命的见证，啊，我们看林后十二章，刚才读了一半，林后十二章十五节，啊，我们一同来。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的灵魂费财费力，难道我越发爱你们就越发少得你们的爱吗，啊，所以一个真实的使徒，啊，他不求自己的益处，啊，他愿意为神摆上一切，啊，甚至费财费力，啊，有生命的见证，啊，有生命的果子。那同样的解释以弗所教会的优点，他很能够做这种的验证分辨的事情。但是你想想看，假如今天你去到这样一个教会，那么教会常常会在那边做一些神学的分辨辩论，啊，考证，啊，一方面 很有优点，可以分辨出真假。但假如长期在这样的一个疑神疑鬼论断分辨，就很容易怎么让这个教会呢很 judgmental， 很论断性，很律法，很讲教义，你讲一个话你都要很小心，一讲错就定你罪，就失去了彼此什么相爱的心。不是讲爱，是讲律法，讲分辨。所以假如这样的教会呢，其实也蛮恐怖的，你懂吗，啊，真理是很纯正但是很冰冷，他只讲教义，啊，那你就很容易怎么被绊倒。所以为什么失去了最重要的什么爱心，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了，常常你生命中的一些 strong point， 你学律法的法律的这是你的强点，但是你要小心了，越懂法律的人就越什么律法又没有爱，只讲法不讲爱，因为这是你的训练嘛。那学文学的人呢就会多愁善感，会多讲爱，但是不管教义，哎呀，管他什么什么 tulip 啊，什么拣选啊，预定啊，什么因信称义啊，对这些没什么兴趣，哎呀，反正爱耶稣就好了，我们就是彼此相爱就好了，啊，因为神就是爱，爱是最大的，也有这种教会。我以前在台湾参加那个教会，我们那个宣教师呢没有受过什么神学训练，被圣灵充满都清楚神的呼召，从瑞典就去到上海，后来从上海去到香港，后来从香港去到台湾，我好爱哦，好爱灵魂哦，拼命传福音，啊，但是教会呢只讲爱，讲台没有什么真理的教导，教会也没有什么组织，乱作一团，但是呢真的有爱，只讲爱，那教会也不发展哦，就是小猫几只哦，所以
有一次我们就几个我们年轻的同工就跟这个代教士建议说，哎呀，我们教会讲台怎么怎么样，我们的教会组织怎么怎么样。讲完之后呢，我们的宣教士呢叫代教士，是个姐妹，哇，就哭啊哭啊，哭完第二天就说我要回瑞典了。哎呀，我们才知道闯祸了，糟糕了。你不能要求一个爱的使者去讲真理，因为他是讲爱的。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啊，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为什么去要求一个宣教士？为什么不要求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出来啊！这个感谢主，后来我们这群年轻人啊，十几个成为传道人啊。他撒了爱的种子，他没有做到的地方了，哎，我们起来了。现在从那个教会出来的传道人，有在韩国的做牧师的，有在香港做师母的，啊，有在美国的，有在澳洲的，有在台湾的。哇，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了许多子粒来。他就是个爱的使徒，哇，就是讲爱，啊，我每次去看他，他就王弟兄啊，你怎么样啊？来喝杯咖啡、啊。所以我的爱上咖啡是从他那边来的，把他最真爱的咖啡呢，就泡一杯给我喝啊，就跟我聊天啊。哇，你真的感受到爱，从来不会有责备的，不会有定罪的，啊，不会跟你讲啊，你这个怎么怎么，不会，就是爱，包容，啊，甚至有一次，我在教会大发热心，看到这个圣餐那个盘呢、啊、，silver 的。上面黑了，因为 silver 氧化就会变黑嘛。哎呀，那时候我也大发热心，也没有考虑太清楚，就拿着一个菜刮布就给他刷。哎呀，把所有的 silver 刮掉了，从此那个没用了。但是那个代教士也从来没有骂我一句，啊，没问题，我们买个新的吧。大家假如很律法的教会，可能就训你一顿啊，给你这个记个错误哈、啊。但是就是。完全讲爱啊，但是以弗所教会呢，很有属灵的知识，很有章法，很有神学，他们的预定论是讲的最棒的。因为以弗所说第一章第四节，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啊，他们的改革中神学是第一把的，知识是最一流的啊，但是他们也很会分辨的，还会试验人的，但是很容易就变成很律法主义。很容易去论断定罪别人啊，所以这是以弗所教会的一个难处来的啊。那我们再去看哈，那么究竟这个失去起初的爱心啊，我们先给它定义一下。其实原文是知道你们把最重要那个起初旁边写最重要 most significant 最重要的爱心离弃了。这个爱心包括些什么？很明显就是主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所定义的爱神跟爱人的这个爱。好，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二章三十节，三十跟三十一，一同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因为神就是爱。对，一方面耶稣说他是真理，但是其实整个神的启示的重点是启示他是爱，因为他是爱，所以他才创造，因为他是爱，他才拯救。神是爱，这是神最高最重要的属性。当然次要的属性的彰显，神是真理，但是基本上神是爱。记住，将来你们在教会牧养教会啊，唯有爱还能够什么造就人。你常常想啊，真理会造就人，我告诉你，
真理脱离了爱啊，不会造就人的。就是说你讲的更对，小何就是不听，因为院长讲话太凶，好像没有爱心。记住，上来你们牧养教会，就算你要责备，要讲真理，我也在学这个功课，如何在爱里面说真理，城市化原文是真理，这个很不容易。假如弟兄姊妹对牧者的认识，觉得牧者是冷冰冰的，只讲律法的，只讲教义的，只讲真理的，没有感觉到你的爱，我告诉你，你在教会里面推动什么，讲什么，推动不起来的。一定要有爱的关系。所以在教会很有意思，其实什么告诉你，就是关系两个字，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你讲什么他都会挑到你毛病，懂吗？啊，所以我很感谢神啊，神让我过去牧养在东部一个教会，从二三十人到建堂，到我离开的时候300人，然后在基督之家刚进去的时候也是70几人，到离开的时候500多人。神给我一个恩典，就是我非常重视探访，跟会众建立关系。哇，寇先生都很敬仰，他说：“王牧师，你才来2-3个月，哎呀，每一个家庭你都去探访了一遍。”我每天晚上去探访了，跟他们建立关系，跟他们做朋友，了解他们的家庭、儿女、工作环境，啊，这个牧人要叫出羊的名字。叫出他的名字，表示你认识他，你了解他，懂吗？有了关系，有了这个关系，你叫他帮忙做教会事工就容易了，一通电话他就来了，懂吗？你不关心他，不跟他去钓鱼，不跟他去郊游，不跟他去吃饭，所以常常我们家里开放吃饭，请弟兄姊妹来吃饭，懂吗？你得了他的胃，就会得了他的心，永远要记住。所以我的心被师母得了，因为他特别会做饭，做得特好吃。将来牧会又很重要啊，就是能够接待弟兄姊妹爱宴吃饭啊。那在香港就简单一点了，就香港牧会呢基本上是不去探访，但是呢香港很特别，约他们去餐馆吃饭。这个广东饮茶，每条街都是茶楼嘛，所以我们在香港牧会的时候都是约弟兄姊妹去餐馆吃饭，吃了饭又喝了茶，关系就不一样了。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个喝茶不重要，广东人很重视饮茶，好紧要的。你要牧会就要懂得饮茶啊，泡壶茶就跟他聊啊，聊天聊天就认识他，建立什么关系啊？有爱的关系，你讲什么他们都听得进去。你没有爱，只有律法，只有定罪啊，只讲对错，没有办法牧会的，我在丰收领受了这个加尔文、马丁路德的神学的这个大宪章，你们要听什么？我告诉你，他们不听的，不听的。你要跟他们做朋友，去跟他们去露营。哎呀，我跟师母最怕露营，因为睡在那个地上，现在老了真的没办法，还是要陪他们去露营，带他们去钓鱼啊，带他去这个Santa Cruz 坐火车啊，跟他一起玩，要陪着他们啊。特别假如你上来要牧养年轻人啊， Youth Pastor 你什么都不用做，就陪他们打篮球就够了，真的什么都不用做，陪他们每个礼拜去打篮球就够了，啊，年轻人喜欢打篮球，你就陪着他们打篮球做朋友，哎，教会就做起来了，啊，所以我在第四家的时候请了一个 ABC 的牧师啊，负责英文部，本来英文部也是我负责的，我要讲国语部2堂，再讲英文部1堂，后来我就请了一个英语部的传道，哇，这个牧师好，就是陪着年轻人打球，啊，跟他们做朋友，跟他们一起玩 computer game， 搞定了这些年轻人啊。啊，所以爱是最重要的哈。我们一同来看一节圣经，很重要啊。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前书8章1节，千万千万，将来我们牧养教会，爱心是最重要的。以弗所教会就忽略了这个最重要的爱心，讲什么真理都没用，讲不进去了。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好，我们一同来读第8章1节，一同来。
好，我们一同来读，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记住，你不要以为你懂了很多神学知识，然后在教会就开始在那边啊去教训人。要把你这套东西讲出来之前，你要把你的爱心做出来。会有搬家，你去帮忙；接飞机去接送；厕所坏了，你去帮他换轮胎。我在 Long Island 牧会的时候，整天就是做这个事情。他们看到牧师的爱心啊，所以当我们要建堂的时候，又呼吁弟兄姊妹都来盖教堂啊！啊，每一个晚上我陪着他们叮叮打打，所以我的 handyman 的东西是在那个时候学的啊，教你怎么钉这个 ship rock， 怎么做这个 lever 钉门，怎么装 ceiling 啊，那个时候什么都学了，跟着他们一起去开礼拜堂，大家去弄啊，来。教会一富裕要收，我们要这个首期买教堂要10万块定金，一富裕，哇，大家一下子就10万块，一个礼拜就奉献出来了。因为大家好相爱啊，牧师真的像个大家长，爱着他们，围着他们啊，牧养着他们啊，喂养着他们，一富裕奉献，大家就奉献，一富裕建堂，大家就来敲敲打打了，磨地板，什么都自己做啊，所以爱是最重要的。假如没有爱的话，没有办法动员教会的啊。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12章，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这个心是代表什么？性是代表什么？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哈，这个心，我们翻到这个诗篇，不然我们先翻到箴言第4章23节，第4章23节提到保守你的心什么？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这个心是指到你的本质、本性，你的整个的动机、意向，就是你要用你的整个的心、你的感情。就如同诗篇42篇所描写，就是你的心要渴慕神啊，就是说你整个的动机 inclination 都完全属于神的爱神，也可以说用你的整个的感情啊，你的感情是属于爱神的啊，你的感情不是单单只是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孩子，爱别的东西，用你的 passion 啊，你的感情啊，你心所向的，你所渴慕的啊，是从心而产生的。所以把你整个的渴慕感情呢放在神的身上来爱神啊。那么尽性，英文是 soul， 这个斯普镇解释这个 soul 呢，是指到，因为你知道吗 ？soul 这个字，我们在原文是常常是表达你的整个的生命，啊，整个的本体，啊，存有，就是尽上你整个的生命，把你的整个生命献给神来爱神，啊，用你的生命来爱神。所以用你的生命爱神的话，表示说你甚至愿意为主舍了你的生命，啊，寻到，所以为什么初代的信徒他们体会到这个，用你的生命来爱神，他们愿意为主来寻到，啊，那尽意就指到你的 mind， 原文是 mind， 啊，要用你的思想、知识、意念来爱神，所以你爱神不是单单只是一种的感情，所以内在派通常就停留在第一，用心
来爱慕神，但是不注重用你的思想来爱神。所以我们爱神也要在真理上不要用保罗说要用真知识来爱神不是只是一个热心需要在真理上装备按照 worship in truth 在真理里面去敬拜亲近神所以第三方面要真理上面的造就所以千万不要一些极端的密契派他说我们不要吃善恶这个善恶知识树 tree of knowledge 是不好的所以不鼓励人去研究神学研究圣经的这些知识我们就是多等候神等候神我们先爱慕神就可以了需要平衡所以需要敬意love God with your mind 那敬意我们就 很了解了需要真正的用你的行动来爱神传福音侍奉做工需要真的是尽力你的 strength 来爱神那以弗所教会呢假如从这四个 category 来看他们最缺的是什么或最强的是什么mind 他们理论知识尽心尽性尽意在这个意念方面他们是最强的真理的意念知识最强的甚至尽力也是很强的我这里面的劳碌对不对但是最弱的是什么 Number one 从心里面去渴慕爱慕神好那么我们注意一下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应许是什么得胜的要什么得的什么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注意啊这个乐园不是指到我们刚才讨论的阴间的乐园这个乐园是指到什么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乐园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二节二十二章第二节讲到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城内的一些光景第二十二章第二节一同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的果子好这个生命树在哪里在新耶路撒冷这个乐园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得胜者的应许是表示你将来可以享受这个新耶路撒冷不但住在里面可以享受里面的什么生命树的丰富当然这个生命树也有另外一个灵异的解释就是耶稣就是这个生命树荣耀丰富的同在所以这个得胜者的应许跟祝福是关乎到得生命树得新耶路撒冷那么耶稣也提到他们另外一个优点一件可许的事就是什么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个 Nicolaitans 刚刚讲义 Nico 是指的 conquer这个另外一个字根是 laity 是 conquer laity 是指到教会里面有一群人呢要辖制其他的平信徒他们要做这个好像这个教会的领袖好像就是辖制羊群要控制羊群那么对我们传道人你发现耶稣是最好的榜样一方面耶稣是带领门徒但你发现耶稣也怎么给门徒洗脚做头的就是做什么仆人而不是去辖制羊群甚至在教会里面产生这种的
圣品阶级，好像就是说一层一层的管理管制啊。那下面的平信徒呢，就要绝对服从这个啊这个传道人的这种管制跟命令。那这个就是尼哥拉一党的那个意思啊啊。那以弗所教会呢，有个优点呢，就是啊不允许啊有这样对羊群的这种辖制啊，太过高举传道人的权柄啊。那你发现这个尼哥拉一党的事情呢，后来到了中世纪的天主教就非常明显了。这个圣品阶级啊，从这个神父、主教、红衣主教啊，然后到教王，就是整个就是尼哥拉一党的这种的控制辖制的权柄啊，在平信徒的身上。好，那这是我们啊简单的对以弗所教会的一些说明跟介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注意一下讲义上面这个责备 ,No.4, 啊丢弃了离弃了那个最重要的爱心。那么很明显呢，从以弗所教会他们许多的这些的行为，劳碌忍耐啊啊劳苦啊等等，他们是非常重视工作。但是要注意哦，今天同样很多 mega church 他们很多的工作，但是呢不重视对人的生命的关系跟栽培。你可以来参加一个培训班，你可以来参加一个什么侍奉学校，只重视工作不重视人啊。人的培训 people oriented 很重要，要做耶稣所做的事。你发现耶稣最重视的是什么？跟门徒的关系。甚至你可以在马可福音看到啊，耶稣啊，我们放到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耶稣带领门徒的方式啊，不是只是看工作跟果效或者人数多少。马可第三章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读。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哪里去，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什么？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常与耶稣同在，所以不单是教导真理，更重要是要造就这个人，跟他建立这个常在的关系。所以将来你们牧养教会一定要造就这个人啊，看重这个人，看重这个人与你的这个爱的关系啊，甚至是要造就他从信徒变成门徒，也就是耶稣所做的，差派他们可以出去传道的啊。所以将来你们一定要看重人啊，他的生命的栽培啊，如何让他从信徒变成门徒，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爱主胜过父母。